先看一下这些车线，当然是要干嘛，送你的腰马甲线嘛。下摆的话其实已经从镜头很明显的看到了，完全不让你把肉挤出来。我这个是 S 号，所以有 S 号跟 M 号，它不会到合颈身然后遮挤你的肉出来，它是冰凉螺纹，你穿下去就是冰冰凉的。它的长度也很亲民，你只要穿靠近肚脐的短裤、长裤、裙子全部刚刚好，不用扎，然后也不让你露肚。今年呢、其实我用灰色取代了很多的黑色，因为我觉得呢，就是可以让大家不一定要全部都穿黑色。你知道这两条马甲线，你的身体的视觉就从这里开始，你耳是不是是一直窄下来的，然后这边是完全不紧勒的，很舒服。张子巨人狗时髦带着走，请给爱心哦。